就位完全啱晒嘅，咪带翻嚟骑落去咧就冇乜啦。宋剑咪冇嘢，只系骑士佢成。胜利威龙巴道排第一档，二号仔。上名率 0.4， 胜出率 0.2。 疾风名驹上次跑第七，前次跑第三都挺好的，即近績都挺好，又有推升率又有上名率，即是有競有戰鬥能力的。這隻馬勝利威龍17號仔，疾風名驹啊，七號仔，何銘年七檔，又是有勝出率的0.22，上名率是0.44，跑過九次，贏過兩次，上將就贏了的，上前次就贏了的，上將就跑第七。试跑得上次跑第三，初出跑第三，初跑田草嗰只马，田泰安骑，好多人关注嗰只马，佢就系本路程初跑田草，但系近绩就几好，初出跑第三，而家第二仗，第二次。九號仔都幾叻啊！初出第二場就成為一個熱門之一噶啦，呢只馬。四號仔電腦三號，咦有飛啊！電腦三號九倍，又未輪四檔。啊！呢只馬喺依度嚟講個上馬率幾好啊，0.667，跑過十二場，跑過十二次呢個路程啊，有四個 win， 兩個第二，兩個第三，幾叻嘅只馬，四號仔，電子群星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十。三號檔有0.4上名，0.13嘅取勝率，跑過十五次，十五次贏兩次，即其實又唔錯嘅呢啲馬。我係贏，即係佢係贏過，贏得又唔係多，但係又唔係未贏過咁啊！即係跑過呢個路程都可以擊敗啲對手。二三。四五六七都贏過嘅，三號首到回來，呢只馬0.45嘅上名，0.18嘅取勝啊！一隻只馬都幾好嘅，有賽績噶。雖然九隻馬喺度比賽啊，有好多隻馬一號退出咗，得八隻，二三四五六七都贏過啊！三號仔首到回來，梁家俊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五，前兩次都是第六，咁啊經常都係前面六名嗰度翻嚟。順勢贏六號仔，我呢只馬跑後啲啦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十，咁但係都有都0.4上名，0.2取勝喎，即系同只胜利威龙差唔多啊，一模一样啊！六号仔顺势赢，八号仔咧就叫中华胜景，中华胜景咧就前次赢咗，上次跑第十，好后啊！夜八蚊。好大熱門喎、啊，真係！佢就呢條
呢个路程我跑过两次，一个第四，一个落第，咁即系又未上过名嘅。咁佢嘅赛绩咧就比其他五六只马都唔够嘅。上仗就跑第十，前次就跑第一。咁前次跑第一嘅仲有只疾风名驹噶嘛。咁所以我觉得佢热多咗啊，即系佢唔系唔得，佢系热多咗，过热咗。咁啊！啲主持而家喺度揀咗个 A 二，即系唔要八唔要九。嗱，呢场马咧就照牌啦吓，取胜率最高系四号、四号、七号、二号。有六只马赢过，四七二六三五咁样。个四号嘅取胜率比较好啲，即系四号仔叫电路三号。咁啊，四号咧就系、是、上名率就系四号、三号、七号、二号。即系二号、四号、七号呢啲聚焦好似，有六号、五号嗰啲比较，即系个上榜率低少少。咁啊，近绩好咧就系九、三、四、五，九、三、四、五。咁喺啲好多只，好多只都几好嘅呢场马，即系好难买中嘅呢场马。四七二聚咗招，四七二。我关注紧二号、七号、九号呢啲。二号、七号、九号，一阵睇下电算机先啊！主持拣二三四八。四啊，廿五倍。好大喎！点解啲马？我买二号，我买九号、二号。买田泰安我买，莫雷拉就八号，二点七，中华胜景，而家好似有啲扭计咁样啊，即系有啲扭计咁样。都扭计嘅啫嘛，佢起步点都已经扭计。咁啊，真系手风唔好顺。好啲嘅，有只白马，即系只马咁样傍住佢，咁大家 friend 下系咪？即系有啲偈倾下，两只马咁样都几好啊，好友善咁样真系。啊，又唔得喎，挣扎离开喎，真系。只九号仔嗱，我中意呢只只。因为上次第一仗就跑都第三，睇佢今次努力少少啊，跑近啲。九号仔，即系照条数咁计咧，就九号仔系跑一次一次入位置，前仗又好，上一仗又好，咁佢啊喺个即系近绩嚟讲系最好啦。二号咧就系、是、赢过呢个路程，二号仔胜利威龙跑过五次，赢过一次，有零点二嘅胜出率。四号就胜出率最好啊，胜出率咁，但系。上次跑第六，就冇只九号仔咁近绩咁近吓，咁近。千四米起步啊嘛，今日。阿莫雷拉，你我 Jenny 就拣八号、九号，我拣九号、二号，八九七四。罩都唔掂咩？拉低少少先啊！好啦，慢慢拖翻起步点啊！呢只中华胜景大热门。六号有啲二重彩飞喎、哦，睇下真系健康上有冇问题咧？顺势赢啊！猛啊！我先赢一头场噶啦。
唔多，今日交俾集前啦。咁而家就八号大热门红格，二班千四大热系八。好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首度回来出边啊应声弹出嘅，咁啊但系内栏咧呢只胜利威龙已经走上去啦。第三位嘅马咧，咁啊仲有试跑得啦，第四位白鼻箍嘅顺势赢啦，埋边黄衫第五电子群星啊，后边嗰三只啦，黑衫进占内栏尾三电路三号啊，尾二红衫嗰只咧就系中华胜景啦，咁啊当然都系留到有少少啊头恶恶嘅开头啊，攞翻平衡先，包咗落尾嘅马，暂时系嗰只疾风名驹嚟噶，接近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首度回来咁啊。外边啊骑上去带头啦，胜利威龙啊守住内栏第二嘅，第三位嘅马咧咁啊外边位置啊顺势赢啦，第四位粉红眼罩试跑得啊，内栏位置啦咁啊有黑衫紫色眼罩电脑三号啊，中间电子群星啦，中华胜景咧都唔使谂噶啦，掟出去大外档噶啦，红衫红帽嗰匹啊包咗落尾嘅马仍然系疾风名驹，亦都攞咗出去大外档嘅位置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走到回来埋边数出嚟红帽中档绿色就胜利威龙，出边顺势赢大外档咧就系、是。呢只中华胜景噶啦，后多层阿马粉同眼罩仲系试跑得噶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中华胜景咁啊，沿住个外档发力咧，就已经系透出噶啦，外边试跑得啦，中间就顺势赢啦，内栏咧就系嗰只手到回来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中华胜景就抛离后边嘅对手，赢出呢场赛事，片嚟片去都赢啊，跑第二名，叮当码头噏上噏落，试跑得定系？我只马跑第二。八十，好多人中我呢场叫，哇！扭计谂得咁紧要，都赢两三个马位，一只马有好多分喺手嘅。九、六、八号、九号，即系九号好惨啊！只九号嘅。中途在前面硬是埋不到去，一转弯的时候得腾咗落去尾二，咁然后就冲翻上嚟。跟再睇下点跑，啊，即系二号仔啊！跑第四、第五嘅呢、這个，哦呢只咧就莫呢只就系田泰安嗰只马嚟嘅，九号仔，而家三号仔带头。首度回来喺前边，咁诶，阿田泰安只马喺呢度，喺呢度，胜利威龙第二。九号仔第三、第四咁啊，呢度真系又要扯住啦！呢度啊，一个转弯俾人顶咗喺后边四碟，咁啊，中华胜景就喺外边呢度上，佢就一路夹夹咗喺后边尾二落到尾二，咁啊，而家中华胜景揾到个位置向前冲啦，只马大热门嚟嘅，咁而家只田泰安就追住咗中华胜景跑。咁后劲就唔够呢个中华胜景好嘅，呢只马第二次出赛，上次跑第三嘅。咁啊，里边只二号仔都冇力啦，我买呢只咁啊，我买九同里边嗰只咁啊，二号仔。八九热门 Q 嚟嗰条。顺势赢都水准，系啊，反而胜利威龙包尾喎。嗯，其实首高位都几靓啊，咁啊睇下要。